I was a wide-eyed soul, searching high and low. When I found you on that day， 我第一印象对他的印象是，因为还不错啦，因为那时候也是直发，也没有烫什么啦，有颜色而已，所以看那个照片根本啊，不错。因为刚开始我们会互相认识的时候是他的国中朋友，这个男生他就说，这个会玩音乐哦，然后想说会玩音乐的男生应该是还不错这样子，很好聊，因为我们之后就是都一直用电话去聊，两三个小时跑不掉的。I'm gonna love you forever.来了，你们要。如果要像猜他什么家里的一些电话号码、家电的零零扣扣啦、杂七杂八很细节的一些东西，或是数字有没有？我可能就没办法。惩罚我是倒是什么都不怕。I'm gonna love you forever。我是长得比较像爸爸，爸爸威严一点，对。可是他是对我们都很好啦，他很顾家里。以他来讲，他因为他生活作息一定要正常，因为他爸爸会管，对，所以他一定要十点。对，然后他都会赶快带我回家泡爸妈的那种。对，對對简单就好。哇，今天最生气。谢谢他们，就是还蛮辛辛苦苦把我养得这么大这样子，然后都让我，就是让我想哭吗？对，就是想哭。对，祝你们幸福早生贵子。好，谢谢爸爸。谢谢爸爸。方姨，你终于救去了。不要哭，不要哭，研究回来了。嗯，真舍不得的哈。好的。去那边的话，生活上你们互相不行啊。好，谢谢妈妈。阿爸妈，您放心，伊甲方瑜生甲足乖，脚足乖，啊，后半生我会甲伊照顾好势安尼。哎，这就拜托你了。这就一定啊。谢谢爸爸养育之恩。我会每天常回来，但我明天就回来了。对啊，我会常回来，很近啊。那我就赶快躲起来。妈呢？我们什么讲什么都可以聊，然后我就长得很像我爸。如果对，因为我爸太可惜了，没办法，没有这个机会对他孝顺，所以我觉得我应该要更加倍为我妈跟我阿妈，我要感谢我阿妈，就是说，今天有一天晚上，她突然就碰上，拿了一个从她的盖住一个应该一个棉被，然后拿出了一包红包。阿妈，我要跟你感谢的话就是。去干要摕哦，迄包的红包，伊迄包的钱我拢袂甲你，我袂乱开，
我一定甲方月丹，甲你好啊友好，甲你陪伴呢。因为外婆她也有私下包一包给我，但是我觉得外婆是最，因为外婆她是没办法来，对，她就是行动不方便，很想让她看到我们就是这样风风光光可以走红地毯。他是一个很孝顺的人，我会觉得这个人在我人生中好像越来越有出现一个画面，就是可以走到最后的人。他给我感觉就是，时机一到了，开始有点感觉就是要呈现一个组织一个家庭的感觉。Small frame, everything